棺材内的女尸怀孕了，仅仅过去了几秒钟，腹中的魔胎就破壳而出。道士开始做法压制住魔邪，并在女人的牌位上放置符纸镇住她的亡魂，要等到12年后才能转世投胎，但这期间不能移动灵位。眨眼间11年过去了，阿瑶带着女朋友来祭拜二叔二婶，女友好奇地掀起符纸，被阿瑶的呵斥声吓得手一哆嗦，把符纸洒落一地，两人连忙捡起符纸压在二婶牌位上，慌忙离开这里。谁知地上还有一张漏掉的符纸直接原地燃烧，燃烧后的符纸钻进汽车尾部，跟着他们回到家。符纸飘到狗狗面前被狗吃掉了，夜晚他对着阿瑶疯狂撕咬。原来就在一天前，二嫂在拍卖会上被一个玉花瓶吸引，上面有一个灵动的小东西露出头和她对视，二嫂害羞地低下头，然后迷迷糊糊以25,000的高价拍下这个花瓶把她带回家。夜晚空虚了半年的二嫂闲来无事拿出花瓶把玩，不知不觉间二嫂竟被迷惑，很快就和玉花瓶发生了羞羞的事。正巧在外出差半年的二哥回来了，他迫不及待的要回房间找老婆，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来不可描述的喘息声，推开门看到浑身溃烂的怪物压在妻子身上，丈夫怒不可遏立马冲进房间，此时妻子身上却只有一只玉花瓶，丈夫二话不说上去夺过花瓶，然后狠狠摔到地上，但他的脸瞬间长满脓包。男人看着镜子里犹如残尸败退的脸，一时无法接受，直接跳楼自杀了。夜晚一双鬼脚出现在院子里，妻子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下楼寻找丈夫，却意外被一只猫惊到滚下楼梯去世了。家人请来道士做法，走到棺材的位置，道士发现棺材内的女人竟然怀上了魔胎，好在他及时将其封印，可人算不如天算，最终色鬼魔辗转附在狗身上。埋在地下的狗眼弹出一束绿光，化成圈圈钻进阿威的脑中，阿威面无表情地从土里扒出狗狗，然后徒手掏出狗狗内脏开始生吞。接着他来到佛堂想要伤害奶奶，怎奈常年吃斋念佛的奶奶有神光保佑，阿威被弹飞出去。他仍不死心，又来到泳池想要淹死自己的嫂子，好在佣人路过及时呼救，家人全都跑出来才救下大花。临走时阿威恶狠狠地瞪了佣人一眼，接着他来到佣人房间抱着佣人又啃又咬，佣人很快就被他折磨致死。奶奶察觉到不正常，找上当年施法的道士，才知道二嫂曾被西藏淡精气鬼王迷惑，最终暗结魔胎，想要制服他需将阴血刺到他身上，他就会皮烂骨朽化为脓血。道士开坛做法把鬼王吸到阵法中，眼看就要制服鬼王，可怎奈阴血被老太婆换成了鸡血，道士好不容易利用金蝉脱壳逃到外面，可鬼王从地底伸出胳膊把老道士拽入地下，他又将阿威的父亲骗进汉蒸房，然后折断房梁，一点点缩小房内面积，最后把父亲变成了肉夹馍。男人血淋淋的胳膊搭在妻子身上，妻子还以为是洗完澡没擦干净呢，刚睁开眼睛连人带床飞起来悬在天花板上，床掉下去了，人却在空中转圈圈，差点一头撞到墙上，女人直呼救命，然后就被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女人家的地毯下面在打鼓，她想要逃出房间，衣柜却挡在门口，看到地毯没了动静，刚要跑向窗户，地毯见状立马飞过去，嘎儿她掉到窗户外面，衣柜随即也撞过来，女人闪身躲过一劫，不料背后的镜子碎了，上面流出许多鲜红的血液，女人惊声尖叫，她恐惧极了，完全无法接受家中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，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。可随即墙上的相框也纷纷开始掉落，屋内的所有家具都朝着女人冲了过来，她被挤在角落里，柜子砸中女人的腿，痛，太痛了，女人疼晕过去。这时阿瑶带着女朋友赶回家搬开家具，女友下楼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却突然停电了，被鬼王附身的弟弟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他挡住大花的所有去路，把她逼到储藏室，然后拽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了20米才拿出一个垫子直接把大花丢上去。阿威要对嫂子强行施暴，嫂子拼命挣扎，她一巴掌下去，大花被打蒙了，啊不，打晕了。哥哥阿瑶听到动静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此时奶奶在佛堂也知晓一切，她很后悔换掉道士的阴血，于是捧着阴血要亲自送小孙子上路。阿瑶抽出家中5米长的大砍刀破门而入，看到女友身上到处都是恶魔的痕迹，还没来得及找弟弟算账，阿威却先发制人朝着哥哥扔出叉子，好在阿瑶用剑躲过偷袭，兄弟俩扭打在一起，到现在哥哥都没看出弟弟的异常，直到阿威操控物品调戏他，他才明白弟弟已经被恶魔控制，他让女友赶紧离开这里。大花跌跌撞撞往外跑，却在楼梯处和奶奶撞了个满怀，阴血随即摔到地上，
两人也从上面跌下来。奶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想要将地上的鹰血搓到木仙上。大花见状，立马举起木仙，径直插进阿威体内。阿威恢复一丝意识，向哥哥求救。他的肚皮即将爆裂，鬼王露出原貌，还不死？大花用手在剑上撸了一圈，阿瑶连忙砍掉鬼王的头，但他的头就像割韭菜一样，砍掉一个还会再冒出来一个。我数了数，大概砍了980个，终于解决了。两人都筋疲力尽，眼看就要手牵手，还有最后一颗头颅飞过来，咬中大花的裙角，他被阿瑶一剑刺死。魔胎简直就是童年噩梦啊。